观众讲嘢要有牙力，听歌梗系拣有实力噶啦。系啊，我一出道啲人就赞我唱得好。在台上我觅理想。系要找到理想，一于要站在台上。将今晚交给我，我要为你唱尽我。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那句说，各位多伦多的朋友，大家好。佢系黎耀祥，佢系朱咪咪，我哋会喺。Casino Rama 同大家見面嘅，佢會勁放燒彈，佢會唱多啲好歌。如果大家想睇下我哋呢個無敵組合咧，周二搭多啲大班華馬專車嚟換飛啦！記住啊，9月18日。心裏有個謎，難解。願你此刻珍惜今晚，見百劫也在心間。提的这个建议，一个是照顾它是汉文化，它汉文化里边，不管你的区域限制哪里，你说粤语的也好，你说沪语，你说普通话，都可以，是吧？来自何地，两岸三地都可以，我们都是汉文化，然后呢，又是汉文化里的以朗诵为主，所以就汉元颂社这样起的名儿，大家也觉得挺好的，我们就这样定下来了。这次呢，就是我们汉元颂社的第一次活动，而且得到很多方面的支持，感到非常的欣慰。而且更可喜的呢，就是这里还有带来下一代的，对，小朋友们参加了，我们觉得更好。这里像我们这都70多岁了，40多岁了，小孩子几岁的也蛮好啊。
们哈，觉得真是很有前途，做起来呢也觉得很有劲头啊，很有劲头。也感谢大家多方面的支持。这个汉源宿舍成立以后呢，在11月份将组织一次我们第一次的公开演出。这个公开演出，我想，一个是大家都在一起切磋朗诵技艺，有一次展现的机会；再一个呢，就是通过这次演出，能在我们大多地区，造成一定的影响，能吸引更多的朋友，来关注啊我们的朗诵，啊，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对我们的汉文化感兴趣，而且呢，也能给大家一定的鼓励，就是说，只要我们练，不要管我们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，我们都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。你看，我们演出里的人就有专业的，也有业余的，什么样的都有，是吧？只要持之以恒去练、去追寻，一定能会有一个好的效果。在西方，比如在家哪家地方？汉文化很多是就是说唱歌歌舞方面的，那么朗诵到底在那个占有什么位置？是这样，其实大家普遍一想到文艺演出，马上就说载歌载舞这种形式，是吧？有唱的，有跳的，有说的，有唱的。但你一说说呢，就会想到是曲艺，比如说个相声啊，讲一个评书啊这类的。这个朗诵其实在国内，作为一个单独的艺术形式搁到舞台上还是不多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它的形式应该说比较单调，应该单调。坐到舞台上，现在当然有很多现代的这科技，就是做电视朗诵晚会，它配了许多现代化的灯光啊，背景的变化呀，它会很吸引人。但是呢，如果就搁到舞台上，尽管也配上更多的东西，总是觉得难免单调。我们这次也有这个顾虑，你会为了避免单调，加上舞蹈，加上歌唱，但是呢，它又冲淡了朗诵的主题，就这样。我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，尽量在弥补朗诵的单调，然后呢，又不要其他东西喧宾夺主。现在还在努力之中吧，希望在11月份奉献给大家的时候啊，两边都能兼顾一点，这主要的核心就是还要看你朗诵的质量，这包括朗诵的选材和朗诵的作品的表现两个方面，我们正在努力。朗诵的训练对个人发展有没有好处？可以说公开演讲啊那种。对呀，这个朗诵呢，其实它就是一个语言表达艺术，纯属语言表达艺术，形体的东西有一点不多。主要是语言表达，这个语言表达呢，现在我们是说在站在舞台上去朗诵了，实际上呢，和你日常生活的语言表达，日常上就人际交往中的语言艺术是相关的。和你作为一个领导，你要对你全体的职工有一个演讲，有一个动员，这样的语言表达艺术也是相关的。和有两军对垒的时候，你所谓的辩论，是吧？这个也是相关的，它都是一样的语言表达艺术，一样的表达。所以你当你练了朗诵以后呢，你在其他方面会相对提高。所以说这个朗诵呢，你看了好像是在玩文学，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实用价值。有的人就说过，当他练了朗诵以后，他觉得给学生教书的时候呢，课堂的吸引力就加强了。为什么？就是提高了他语言表达的功力。还有人说，原来说话吧，给职工，过年过节的时候做一个新年讲话，人家不爱听，底下乱哄哄的。当他爱好了一段朗诵，或者是有时候他去学了一些个业余的话剧表演，这个语言功力提高以后，再给员工讲话的时候，好像人们就有一点爱听了，他语言不那么死板。也不那么平铺直叙了，让大家都分散了注意力了，这也是一种收获。所以这个朗诵，除了弘扬文化这个大的宗旨以外呢，我想可能还有一些个小的产品可以在生活中起点作用吧，是
个金泡泡我们跟孩子去教了，爸爸妈妈的原声这种孩子也就愿意听。